光倩。来，不要害羞，来看跟你的总广大粉丝们挥挥手。还有 LED 灯哦，超帅鼓手，超帅，超帅。自我介绍一下，你是？大家好，我是刘小辉。哦，刘小辉，你是很帅的鼓手。那签女友吗？没有，那公开征吗？不要逼他，我好害羞了。那你觉得刚刚在这一首歌的你带给你感觉是什么？刚刚演奏了那么长的时间，很累。你们有什么其他感觉？蛮累。好，很累，那赶快休息。好，谢谢鼓手，谢谢你，超帅。没有错，刚刚那一首歌呢，虽然非常的长呢，但是就是。然后是听起来好像是单一的旋律一直去回旋，然后但是它带给我的意境就是去让我们想象，音乐就是客观的，然后可能同样一段音乐，然后每个人听到的内心的画面跟想法会不一样，这样。好，没关系，你们红队真的太强了。真的令我就是非常的意外。对啊，你要不要太强组合了，直接投降了。可是接下来我们也很厉害，我们冬天最后一首歌厉害了，拿出我们的压箱宝。哦，是什么压箱宝啊？我们请来我们印外系的专属乐团。印外系专属乐团？你说那个印外年度戏剧大戏里面那个乐团吗？他们呢，他们专属乐团。可是今天呢，我们只请到两位。但是两位的默契却一点都不会输给大团。才两位你就想打爆我们刚那一首，你想太多了。他们真的非常厉害。在介绍这首歌曲之前呢，我想先问你，丁丁，你看过《真爱挑日子》这部电影吗？没有哎，没有陪我去看电影。《真爱挑日子》这部电影呢，就是在讲述说呢，男女主角呢，从大学时代到毕业之后，一直互相喜欢着对方，可是却不断的错过彼此。等到两个人终于在一起之后呢，女主角又不幸过世了。听起来是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。对，悲伤的爱情凄美故事。所以接下来我们白队要带来这一首《We Had Today》，掌声鼓励。